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就系林欣彤嘅新歌《无名指的勇气》，讲到一对恋人喺爱情道路上决定咧系再踏前一步嘅心情。而我哋仲会同阿 Mac 连线，直击拍摄 MV 嘅现场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c 林欣彤，我出了一首新歌啦，叫做《无名指的勇气》。咁今日咧就是拍 MV 嘅，今日好开心啦，邀请到 Kyle 做我 MV 嘅男主角啦。咁呢一首歌咧都是讲遇到自己可以共度余生嘅人，就嚟要同佢结婚嘅好多心情啦。咁所以今日咧呢一个拍摄 MV 嘅气氛都系好 sweet 啦，好开心嘅。其实有很多女仔都会对未来有自己的规划和幻想的，你有没有幻想过你的理想婚礼会是怎样的呢？其实我也有幻想过自己的婚礼是怎样的，我通常幻想亲都有大自然的景色，一是呢就海滩，成日都是想海滩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是呢就有很多草啊，花花草草的地方的，即是说是室外啦，同埋有阳光的，咁就是我幻想婚礼的其中一些 parts 啦。同埋这个好重要啦，一定是有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在这里啦，包括我家人啦，我一些很 friend 的朋友，很重要的朋友。是啦，其实我又不想说搞到很隆重这样的。我自己心目中希望是盡量簡單，大家都開心的，咁係啦，最緊要是開心啦，因為咧我都聽聞過有啲唔同嘅人搞婚禮咧都好大壓力啊，又或者會變成鬧交啊，咁我希望我嘅婚禮係唔會有呢啲嘢嘅，咁我就一切從簡，大家開心就係最緊要啦，嗯。你就讲到你理想的婚礼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参与其中，但是现在疫情底下举行婚礼只可以是十个人，还要是连埋证婚人，如果好像 MV 那样婚礼的庆祝只是二人世界，你自己又觉得怎样呢？其实我也没什么所谓的，说真的，如果他不介意，还有如果我的家人不介意，即可能没回餐饭，我其实不需要搞到很奢华，又或者是很大件事啊，又影好多很夸张的相啊，即是不需要的。总之最重要是，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那一份心意咯，就是其实是一个仪式去 celebrate 我们终于找到要决定跟他过下半世的一个人了。所以其实最重要是开心，我想不是说要向哪个交代，向这个交代又要觉得要很隆重其事，要很有分量，很有面子，我觉得就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最重要是开心。讲了这么多跟婚礼有关的东西，那你的 Mr. Right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我的择偶条件其中一样东西都不难做到的，就是高我少少咁都得噶啦，因为咧咁有好多人咧都见到我真人话，哇原来你咁细粒嘅咋，咁系其实好细粒嘅啫，咁所以高过我真系好容易嘅。咁另外就系梗系要爱我啦，呢一个好重要啦，亦都系我爱佢啦，对我嘅屋企人好啦，孝顺都好紧要，即系我觉得对屋企人好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来的，还有善良有爱心，因为我有两只宝贝狗狗，如果真的跟我结婚的话，即是跟我的狗狗都是成为家人，那都要锡他咯。那跟我们讲一下你的 Mr. Right 出现了没呢？那这个人呢就在现实生活暂时未出现啦，那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啦，那我就不想那么多啦，随缘啦，是啦，我以前呢就觉得一定要几多几多岁结婚这样的，咁而家都過曬啦，因為已經咁，所以我就覺得冇乜所謂嘅，即係幾多歲都冇乜所謂，最緊要係自己覺得開心咯。我首《無名指的勇氣》就出咗啦，大家快啲去睇呢一個 MV 啦。Thank you.
即使麻烦得很，劳烦了你。唔该晒 Mac 同我哋连线嘅，仲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感情世界，喺度亦都祝福咧你嘅 Mr. Right 咧可以快啲出现啦吓。